YNK 旗下的线上游戏《希望恋曲 Online》全新改版《史特拉村庄》将于3月17日正式热闹登场。继蓝眼要塞之后，这次《史特拉村庄》改版不但要揭晓贝里教徒的基地、圣剑与魔剑真正的故事，以及一连串精彩冒险的任务与活动，等着玩家们一起来挑战。另外，《希望恋曲》还要开放玩家们期待已久的今日好友系统、角色名称变更、新一季的服装，并推出一系列改版活动，让玩家们有机会获得市面上从未出现过的服装道具。想要知道希尔特女王迟迟无法说出口的秘密吗？女王的秘密又会带给希尔特世界怎样的变化呢？究竟贵族的剑到底是圣剑还是魔剑呢？一切都在希望恋曲 Online 史特拉村庄。